其本体尊崇其位敬奉其德载主其尊用在万灵便不恒用在不无言为犯其极情容其大说明其相明明上帝母子与母同音同义自行与父母自相敬母子的情义一点中家中是天下之大本代表体是阴阳代表用体用合一为母有体无用则至空有用无体乃直相即体即用即用即体体用合一即是佛也二点点代表无极点代表真如本心三点中线拉直透出圈外表示超乎太极之外贯乎太极之中四点母字正转九十度表示先天灵性之母先天母乃外灵主宰灵性之母亲无形永久之如来性太极字的情义中是天下之大本代表体两点是阴阳代表用从代表无极动生阴阳从直心代表真如本心太极图各教圣人对老母娘的尊称一点如叫天上天上帝明明上帝为皇上帝等中庸交涉之理所以是上帝天命之位请诗经小雅明明上帝昭陵下土大雅上帝灵汝无二耳心书经康告为皇上帝降中于下民若有恒性二点佛教大日如来毗卢遮那无声等法华文具会本法身如来名毗卢此番一片一切处参经一问挺若悟无声顿法见西方只在刹挪大日经书亦云梵音毗卢遮那者是日之别名即除暗变名之意也同十六曰所谓毗卢那